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七篇《宇宙中崛起》第七章《跨入宇宙级》。太阳系火星，这是一颗无比干燥荒漠的星球。然而，一艘纯黑色的飞碟状的宇宙飞船正停在一足有数百米直径的深坑中。这艘宇宙飞船也是罗峰的备用飞船之一，而现在这艘飞船就成了罗峰在火星上的暂时闭关基地。在宇宙飞船的巨大镜室中，一通体深青色长方体的营养舱正横在镜室内。整个营养舱长为 21.6 米，宽为 8.3 米，通体主要为深青色。同时，营养舱金属表面还有着许多复杂的花纹装饰，加上几个简单的按钮，一级营养舱浩瀚宇宙人类族群中堪称最顶尖的营养舱，单单购买价就达8600亿宇宙币，相当于三四个便宜荒凉点的星系了。它表层的深青色金属是堪比赤环铜母的一种 F8 金属氢旋石母，价格极其昂贵。当然，罗峰使用的武器赤环铜母残片虽然只是一小片，可同样的价格是很惊人，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它珍贵就珍贵在那刃状边缘。将赤环铜母那种无比精益的金属弄得无比锋利，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越是等级高的金属，想要加工制作就越难。赤环铜母那可是连不朽存在一拳砸上去，只能砸出一个小奥印的可怕金属啊！当年陨墨星主人为了将飞船的边缘造出那么个三角环状的刃边，的确是花了很大的代价，这才令陨墨星号飞船无比强横，一旦加速起来切割行星陨石都如同切菜一般。因为是氢旋石母外壳，所以就算不朽的存在也得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破坏营养舱。舱内全身赤裸，身体比例堪称完美的年轻黑发男子躺在深灰色营养液中，一股股充满生机的能量正沿着他的皮肤每一个毛孔迅速地渗透到他体内的深处。那奇异富含生命之力的力量在渗透到体内细胞基因物质后，立即开始推动基因物质的改善进化。一吨营养液可以买下上百个宇宙级的奴仆，可以买下上万颗生命的星球。头发在不断的变长，他的皮肤变得更加的晶莹，骨骼更加的密实，肌肉纤维密度更高，爆发力更强。关闭，罗峰一时下令给营养舱上的智能，营养液迅速下降，舱内迅速变得空荡荡的，且无比的干燥。一股股高压热浪仿佛毛巾般擦拭过罗峰的身体，随着舱内自动加入清水，冲洗过罗峰的身体，最后再次干燥洗净。罗峰站起身子，从足有三米高的营养舱中跃出，同时体表自动形成一套深红色战袍，脚下生出一战靴。啪！战靴踩在飞船的合金地面上。哎呀，这营养舱不愧是一级的营养舱，净化效果真惊人。罗峰双眸发亮，看着眼前的深青色的巨棺。进化再好，可你的身体也得劳逸结合，在营养舱内躺了近半个月，你最起码得休息半个月才能再次进来。对了，罗峰，你的万剑魂印练得怎么样了？很随意的声音回荡在宇宙飞船中，这是智能生命巴巴塔，现在能一次性发出226道剑魂印，罗峰说道。万剑魂印的秘法罗峰当然不会松懈，毕竟只有将万剑魂印修炼至大成，才能施展奴役魂印，这魂印一道才算小有成就。太慢了，距离发出一万道的剑魂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更别提万剑合一了，巴巴塔高喊道。我明白，罗峰一笑，连续半个月的进化加上念力苦修，罗峰也很疲倦，当即走出了宇宙飞船外舱门，飞出深坑，来到了火星的地面。红色的冰冷沙砾一望无际，远处隐隐有着冲天的尘暴。
全身笼罩在魔云战役中的罗峰遥看这片大地，忽然远处冲天的尘暴中隐隐有着一无比庞大的影子迅速地靠近过来，这是宛如一座山脉的巨大怪兽，体表竟是黑色的鳞片，唯有那狰狞昂然刺向天际的两根尖角满是金色密纹，脖子背部也是一片金色的密纹。远处的金角巨兽发出一声冲天的吼声，冰冷的眸子看着远处的人类罗峰。罗峰也看着远处的金角巨兽，也该突破宇宙级了吧。罗峰眉头微微皱道，金角巨兽的身体，地球人的身体可以同时出现在外界，也可以单独一个出现在外界，也可以都不出现在外界。两具身体都不在外界时，那时候那颗原核将会在外界。不管如何，原核是肯定在外界，无法进入体内世界的。至于肉体，不管金角巨兽的肉体还是地球人的肉体，就算破损重伤都能修复，因为对罗峰而言，他的生命核心其实是那一颗包含着他灵魂的原核。当然原核是死穴，罗峰也不敢将原核光溜溜地放在外面，那纯粹是找死。之前战斗之所以金角巨兽出现时，地球人的身体躲进至体内世界，是因为罗峰不想被人发现自己地球人的身体和金角巨兽的关系。至于现在，因为整个太阳系都被布置了防御系统，绝对不担心有人发现他和金角巨兽在火星上。宇宙级也该突破了。罗峰摇摇头，一挥手，一堆各种珍贵的金属出现在地面上，罗峰随即化作一道流光飞向远处的宇宙飞船。金角巨兽庞大若山脉的身躯却是盘踞在沙漠大地上，伸出铁爪盖住那一堆金属，空间扭曲，一堆金属迅速的缩小，而后消失在金角巨兽的掌心。火星上一如既往的宁静，只是多了两个生命，一个是躲在宇宙飞船的人类，一个是在沙漠地底的星空巨兽。时间一天天过去，罗峰虽然焦急，却也只能耐心的等待。华夏时间2063年12月26日这天，火星沙漠某一区域的地底，金角巨兽正盘踞其中。嗷！浑厚的充满兴奋的声音响彻天际，轰！一道人影迅速从宇宙飞船中飞出，悬浮在半空，看着远处金角巨兽盘踞的老巢，一脸喜色，体内世界终于突破了。金角巨兽的体内世界笼罩在金色雾气中的大陆，这片大陆方方正正，长宽都是90公里，可是此刻整个世界猛地颤动起来，原本在大陆四周的大量金属雾气疯狂涌向整个大陆，令金属大陆疯狂吞噬雾气，开始疯狂的扩展范围，长宽都不断扩张，高度不断扩张，这片大陆也变得更加的厚实。金色的雾气急剧缩小，换来这片金色大陆的不断扩张，令人目瞪口呆的扩张。短短数个小时，这片大陆就从长宽90公里直接扩张到长宽1000公里，面积扩大了100倍之多。金角巨兽的核心是原核，原核的核心是体内世界，吞噬大量的金属也是为了让这体内世界得以扩张，变得更加的完美。只有体内世界扩张了，金角巨兽才能突破。而此刻从长宽90公里极短的时间内突破到长宽1000公里，体内世界已经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跃迁。轰隆隆隆隆隆，火星沙漠深处没有体内世界的限制，一直被压制在恒星级9界巅峰的金角巨兽终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一声无比兴奋的嚎叫，金角巨兽的庞大身躯开始缓缓变大，骨骼更加的粗壮，鳞甲更加的坚硬，甚至于额头上开始渐渐冒出第3根尖角，宛如披甲，
覆盖大阪身体的金色密纹也发出神秘的光芒，不断渗透到金角巨兽的体内。圆盒中，在一座近乎笼罩整个虚空的巨塔内，九颗无比炙热的火球正在按照奇异的轨迹彼此相互环绕，形成奇异的天体结构。这就是罗峰的灵魂实质构成。当失去体内世界的压制，顿时宇宙中精纯的能量被疯狂的吸收，顿时已经达到极限的九颗火球。随着吸收，九颗火球都开始震动起来，体积开始迅速的膨胀，轰隆隆隆隆隆隆，几乎一瞬间，整个火星上空的宇宙能量都疯狂的被吞噬，形成了可怕的能量漩涡。如此惊人的能量，九颗微型恒星体积迅速膨胀，短短片刻，体积就大了十倍。九颗火球都处于颤抖中，同时就在那一刹那，便让其中最大的一颗微型的恒星膨胀到了一个极限。砰！其中最大的一颗微型恒星猛地爆炸，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其他八颗微星恒星接连爆炸，在超过他们极限的情况下，他们都同时爆炸开来，化为无数的星辰碎片，甚至于形成大量的灰尘星云。许久之后，一切恢复平静。原核中大爆炸后产生的大量星云、星团、尘埃，很多无比细小的星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星系。这个巨大的漩涡星系最核心的部位，微小星辰最是繁多，以千万计。同时，整个漩涡星系有着八条旋臂。密度最大的漩涡星系核心，却是有一位极为暗小的黑暗区域，那里是整个漩涡星系的第一个黑洞。这微小的黑洞正在缓缓吞噬周围的星辰、尘埃等，同时却在无法触及的地方产生丝丝精纯的力量，宛如薄雾的念力，宛如凭空产生，出现在巨大漩涡的周围，令整个星系笼罩上一层光晕。组成这光晕的奇异薄雾力量，就是宇宙级精神念师的依仗——念力，无比精纯的念力。金角巨兽正式跨入宇宙级。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七编《宇宙中崛起》第八章《领域法则》。荒凉的火星地底深处，罗峰脸上满是激动之色，迅速朝地底钻去。突破到宇宙级，这才算真正开始踏足强者行列。作为整个宇宙中都堪称最巅峰血统的金角巨兽，达到宇宙级才能表现出他逆天的天赋。唰，罗峰整个消失，进入到体内世界中，而身体已经逐渐变大。体长已经超过一公里的金角巨兽，从三根尖角、头部、脖颈、连绵的背部、翅膀、四条蹄爪、尾巴这些上面的鳞甲上丛生出就有的金色密纹，此刻正隐隐有着丝丝的亮光。迷蒙的金色领域笼罩在这金角巨兽的周围，这就是领域。罗峰的灵魂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股奇异的能量，这是在刚才突破到宇宙级后，那天生密纹的帮助下，念力、原力抑制身体自然而然达到一种无比美妙的和谐状态，力量之间甚至于产生了融合，融合后的金色能量竟然能对周围的空间有控制作用。血脉传承记忆中讲述，金角巨兽就算吃了睡，睡的吃，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也会自然拥有领域，并且领域不断上升，一重、二重，直至九重领域，乃至最后突破到拥有世界之力，跨入界主这一层，甚至于都能得到宇宙本源中的精之本源法则承认，达到界主巅峰。传承记忆果然不虚，果然不虚啊！太逆天了。罗峰心中激动澎湃，人比人气死人。人跟星空巨兽一族中最巅峰血统之一，甚至于堪称宇宙中巅峰血统之一的金角巨兽相比，更是气得要死。拥有领域很难。
如红雷神，一个是内家拳宗师人物，一个吸纳华夏内家拳古印度瑜伽术精华，这二人经历大涅槃时期等，最终才突破内家拳古瑜伽术的最高境界太极圆满天人合一，达到更高一层，拥有领域。而金角巨兽作为浩瀚宇宙中最巅峰的血统，注定了成长到最后可以得到宇宙本源法则承认，达到借助巅峰。得意什么？兴奋什么？红河雷神行星级的时候就拥有领域，你达到宇宙级才拥有领域，还兴奋得意？至于法则，那斗武场哈克斯和盖奇一战，那哈克斯都能感悟一丝宇宙本源法则。还有上次你在杀戮场决战空间，你和雷神都被一个白袍女子给轻易的击败，那白袍女子也才恒星级一界就已经感悟法则。宇宙人类中天才极多，你得意什么？天赋好不代表成就就高，金角巨兽一代代传承，历史上全部加起来有很多金角巨兽，可是都是金角巨兽，成就却差距很大。有的金角巨兽纯粹吃老本，最后达到借助巅峰，经过漫长岁月老死；有的金角巨兽一开始也是纯粹仗着天赋好，浪费了漫长的生命，只有经历挫折才惊醒，才会努力刻苦修炼，和之前浪费时间太长，很多都无法成为不朽的存在。只有极少数金角巨兽很早就明白，天赋好是一方面，本身努力也很重要，这些金角巨兽才会将一些秘法如绝对空间和九重司空练到极高的地步，甚至于跨入不朽，甚至于有些金角巨兽不朽的存在都创出一些秘法，成为金角巨兽整个族群中的英雄强者，借助巅峰，不朽，不朽中的超级强者，你想成为哪一个呀？如果仅仅只是想成为借助巅峰，你就天天玩吧。当年你在太平洋那奋力一搏，拼死一战，夺得金角巨兽的身躯，已经注定成为借助巅峰对你而言没有难度。想成为不朽，就得无比的勤奋。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比你老师还强，那就需要勤奋、够狠、悟性等诸多的因素，你选哪一个呀？巴巴塔的一连串呵斥令罗峰惊醒。巴巴塔说的没错，红河雷神行星级就拥有领域，当初轻易击败自己的白袍女子，恒星级一界就感悟了法则。论天赋，或许人类不及金角巨兽，可是宇宙人类族群中人口实在太多，无比庞大的基数，令人类族群中会诞生一些悟性极高的逆天天才。金角巨兽的天赋既然无比逆天，那我就得和宇宙人类中最逆天的天才去比。罗峰双眸发亮，金角巨兽，一代代的金角巨兽多得很，我要成就要成为最强的那头金角巨兽。罗峰心中豪气万丈，巨大的暗金色双眸中迸发出金光。老师，他当初仅仅夺舍龙科族少年的肉体，我却夺舍金角巨兽的肉体。老师当年靠自己创出魂印一道秘法，而我却是有金角巨兽云墨星一脉，这两脉秘法的底蕴、天赋、底蕴我都有，毅力我也有，悟性我也不差，一切都有。那我最起码先成为不朽，而后成为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比当初杀死老师的那位不朽还要强。罗峰对未来充满渴望。金角巨兽盘踞在火星地底，以他全身鳞甲上附有的天生的奇异秘纹，令金角巨兽全力静下心来，隐隐能够感应到一种奇异的波动，那是浩瀚宇宙本源的一种波动。不过这种奇异的波动仿佛被一层又一层的纱布给蒙着，令罗峰感应起来很是吃力，可即便如此也令巴巴塔惊叹无比。因为正常情况下达到八重领域、九重领域才能模模糊糊感应到这种波动，而罗峰仅仅一重领域就能模模糊糊感应到了。
金角巨兽在体内世界的金属大陆中感应金之本源法则，那种宇宙本源的波动竟然隐隐的更加清晰一丝。时间如流水匆匆而过，一月又一月，往后的日子，首先是地球五大强国的移民，最早一批移民加起来大概有8万多人。罗峰在银兰帝国银河系境内买下一颗星球，叫做碧红星。碧红星上原先就有数亿人类居住，而现在这最早一批地球出现的移民就被安排在了碧红星。安排完此事，罗峰就一心沉浸在修炼中。人体是专心于万剑魂印，也花费部分精力去研究遁天梭，至于金角巨兽则是完全沉浸在领域法则的天地中。一晃就已经到了2065年，2年过去了。华夏2065年10月25日，火星上的罗峰修炼基地中，宇宙飞船的宽敞静室中，一尊深青色的营养舱静静地摆放在那儿。忽然营养舱自动开启，露出了里面的人体，全身赤裸，仅仅3寸黑色短发男子。罗峰全身迅速形成一层战衣战靴，而后飞出营养舱。2年的功夫，总算跨入恒星级七界。罗峰微笑道，这一级营养舱的确很不错。空间秘法修炼的怎么样？飞船中响起巴巴塔的声音。没头绪，罗峰摇头，空间秘法实在是太难，我根本一点进步都没有。2年多前，罗峰在界中开始修炼万剑魂印。这万剑魂印属于陨没星一脉魂印秘法中比较基础的一种魂印，可是依旧耗费了罗峰1年多近2年的功夫，最终才练到万剑归一的大成地步。练成万剑魂印再练奴役魂印很容易就成功了，而这个时候巴巴塔交给罗峰一套秘法，说出这一番话。罗峰，你老师虽然没有将空间本源法则完全领悟，可也得到空间法则传承的承认，在空间秘法上是有大成就的，甚至于能够穿梭暗宇宙，直接掩盖宇宙坐标，这在不朽的存在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你虽然是金角巨兽，可也仅仅只能感应到金之本源法则，更何况空间本源本来就是宇宙中非常难感悟的一个，和时间本源并列为最深奥不可测的两大本源法则。所以你现在魂印小成，万剑魂印成功，奴役魂印成功，又拥有自己的领域，勉强可以开始参悟着空间秘法。从最简单的开始吧，这空间秘法从入门开始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不过你修炼过金角巨兽秘法绝对空间，或许参悟着空间秘法能容易点。努力吧，本源法则才是大道，金之本源法则你让金角巨兽修炼，这空间秘法就是你以后主修的。巴巴塔当时无比期待，他认为罗峰有金角巨兽的天赋应该会容易点，可惜修炼数月一无所成，连入门都没成功，准确说连门都没摸到。巴巴塔，这空间秘法入门都无比的困难。罗峰说道。别灰心，几个月不成就几年，几年不成就几十年几百年，慢慢来呀。巴巴塔微笑道，或许我对你太苛刻了，这空间秘法一般是界主强者才能比较容易修炼，不过越早成功将来成就越大。明白，罗峰点头。对了，罗峰，那诺兰森家族的人马按照时间推测应该就在最近10天内到达，算上误差的话，他们那艘宇宙飞船最近几天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太阳系呀。巴巴塔提醒道。